加油！耶！
还在做视频吗？怎么还没睡呢？我不得出来看看你吗？天天看着他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那个什么，你在配音乐对不对？啊，这就被你知道了。我听了好多音乐声音就知道嘛。那个，剧透一下，透露一下，拍个什么视频呢？是妈拍过来的视频，不是我在家拍的，是妈在家里给我们打扫卫生，然后不是办了年货吗？有一部分到家了，然后呢，妈又去那个超市借了一个车推回去，我看那个好大呀，那个快递，妈搬都搬不动。看着他这样，好心酸呐、啊。那是不忍心，我觉得妈这么大年纪了，搬那个搬不动了，现在真是老了，因为感觉应该不应该让他来搬，但是我们回去拿就行了噻，他非得去搞。不是可以寄存到那里吗？是可以啊，我打了电话了，就那个我寄存在那里啊，然后他又把那个被单什么给我洗了。哎，我跟他说不用洗的。还要洗，他说我们一般回去都是晚上，他说不可能晚上还能洗被子吧。他那个好久没睡了之后呢，被单他有点那个润润的潮潮的那种感觉，烘干机烘就好了，我让他不要动了，他现在那么忙，家里又要带孩子什么的，自己我们自己搞就行了，不要老是给那个长辈老年人添麻烦，我觉得。嗯，没有，我跟他说了的，他说你有什么东西没有，我顺便过去给你那个拿过去，然后你卫生打扫打扫，你们过年回来嘛，就安安心心的，就是家里干干净净的就回来嘛，这样子住的舒服一点。他说，我说不要你弄，但是我说没事啊，那小云宝放在那里就行了、啊。那睡觉的时候，中午那会儿我就过去跟他弄了一两个小时。他说，哎呦，所以说妈在家就在，对吧？嗯，对。所以你看，我妈上次不是说吗？为什么这么快同意我们结婚、嗯、说你婆婆真的这个家操持的里里外外，她真的是很佩服你婆婆，她说她这样说嘛，她说你，她就说你嫁过去你这个婆婆是非常好相处的，这个这一点她放心了，她这样说。我妈其实就是对你们啊，这些儿媳妇哈、啊、像比如说嫂子啊你啊，比如说后面小敏嫁到我们家来，都是一样的，跟像自己女儿一样的，所以像我们那对你们不好，他就会骂我们的，我说搞得不好就打。我知道，我婆婆的性格我知道，我婆婆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很会先考虑家人，先考虑儿女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孝敬老爸老妈，真的，他们妈。那肯定的。就是不要老是给他们增添负担，一定不能给他们增添负担，不管怎么样，对吧？我们成年人。以后这种事情就不要他去弄了，就不要他就是去过多去操心我们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事情我们做儿女的是这么想，是吧？但是他们做父母的不一样啊，就我妈他们还有包括岳父岳母啊，不是一样吗？都帮我们在弄，是不是？这些我觉得是他们做父母的一份心意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是呢，我们只是怎么说呢，做儿女的嘛，要做好我们做儿女的本分。嗯，包括我们后面这个小崽子都出生了之后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俩要给他一个榜样嘛。嗯，对。所以反正就是不要，反正不要太过于依赖父母啊。我觉得就是，老妈回去这次你自己也跟妈说一下，就是有什么事情，就是尽力我们自己来，因为我们本来我们自己的家庭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事情，我们自己要负起这个责啊，对吧？我们要各司其职，我们不能把什么都丢给父母，这样不行的，对吧？反正就有时候吧，他们。偶尔就是尽他们的心意，他们可能开心，让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嘛，就觉得他们自己还有发的余光余热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不能过多的去给他增添负担，也不能过多的去就是给老年人去给他去增加一些麻烦什么的。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我们做，做不来的我们就多大的锅就盖多大的盖咯，是不是？